有他会生日会发讯息啊，或干嘛，或者是请他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好照顾小孩，然后慢慢走出自己心中的一个迷障。搬家倒是没有跟我讲啊，对，就让他这个闲云野鹤一下嘛。人群之中，如果你不仔细看，还以为他是个出家人。对对对，因为好像现在我没有帮他搬家哦。现在怎么样？两难是可能发生。这个谁都有可能啊，对啊，我没有接触，所以不太了解。下次熊你如果来上节目，我再问他。宪哥可以接受这么小的吗？20岁？我可以接受，但我女儿不会接受。开玩笑，现在皮痒啊，我靠。我们今天是要干嘛？我们先来入围金钟奖。入围金钟奖，金钟奖加油！我们第二座，我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一边是点点跟露露，是，对，那一边是我，就是你发文发得很敷衍的那个文。啊，你那天在大热门，你发了大热门的文，然后没两天又发了这个玩很大的文。是是是。对，那我就是很敷衍的那一天啊。你可以再酸一点，好不好？而且你有没有仔细看照片？哦，我的脸都被卡掉。啊，真的吗？对。哦，真的。对对对。所以谁在乎什么卡到后天的也专利？谁在乎呢？我觉得得奖率好像有点低，因为都是强敌。太强了。太强了，所以就是说去参加之后看看明星开心就好。不然如果你有得，你那个上面可以刻我名字吗？可以啊。就改两个字而已，其实没有很难。因为我有3次的机会。如果可以拿到那个讲座的话，我还是要把它，拿去给这个小鬼的爸爸。对对对，因为欠他一座，欠太久也不好，他应该要的，他真的很辛苦，努力的让自己有了这一段的成就，啊，最好是玩很大，可以来一下，因为达达需要这一个金钟奖来证明。谁才是一家之主？你不要烦别人。达达，你做到了！你今年的广告比老婆还多。